在陈清宽手中创造出最经典的，则是他20年来从欧洲的古蕾丝老件中寻找灵感后做成的新系列。他让这些快失传的老工艺在高级的寝具布料上复活，成为足以和其他国际品牌一较高下的独门特色。收藏品就有只能欣赏不能使用的蕾丝，如何能够让它发挥新的价值，在技术上克服，用机器可以做某些量的制作量产。这组复古的蕾丝系列雅典娜，它用了2年半的时间，针对耐洗耐用的功能做改良，最后上市定价一组18万，每季限量300套，不够卖。还有这套不败畅销款无影，则是从70年代欧洲侍女领子上的缎带做发想，它坚持美感与成本兼顾，想办法克服了用机器车缝的缺点，开卖8年依然畅销。对，那上面有一个缎带，那缎带要穿过去，你如果人工穿你要花多少钱，因为我们有局部的固定，你每一个点你给它车死了，这是最快缝松死了，它不会跑，可是它少了那个绿。